虫子吃的，有点乱七八糟。它应该长得非常漂亮的，它是属于那种，有一种叫做 Lobster Mushroom 白色的，茎很短的那一种，它是最容易被这种菌所侵犯，逐渐变成了这种红红的像 lobster 一样的蘑菇。